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问说哈，这个树啊，跟这个树的大小关系为何？哦，就要比较它们的大小。好，那我把这个哈，因为这两个都很靠近一嘛，哦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一减掉多少呢？1001/1啊。好，然后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1000。这个是1+1000/1的，一加多少？1000/1嘛。那1+1=2嘛，2除以2=1，所以这是一啊加多少呢？2/1哈，乘以多少？乘以1000/1，减掉1001/1啊。那1000/1比1001/1大，所以这个是大于零的。也就是说，一加一个大于的数，当然是大于一啊，所以这个数比这个数大，所以呢是大于一啊，答案应该要选 A。